你想要吗？滚！让你滚！秦墨安，你别不知好歹！少爷，他可是老爷亲自挑选的联姻对象啊！就他，也配？总算是开学了，听说今天秦学长会来代课。真的吗？呵，雷姆斯学院什么时候变成垃圾回收站了？这种货色也配进来？哎呦，还是个聋子！你瞪我干什么？你差点颜色瞧瞧！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我的妈！本小姐告诉你。就你这种货色啊，在我的眼里连蝼蚁都不如，分分钟碾死。秦学长来了，多拍两张啊！秦墨安，看这里，好帅呀、啊！好帅、啊，是人类不如。秦学长来了，看这里，秦墨安，看这里，好帅、啊！秦墨安，秦墨安。好帅呀、啊！这真的是人类吗？我要被帅晕了！让开！秦墨安，慢点！等等我！弹的太好了吧？怎么这么帅，还这么有才华？今天我要在你们当中挑选一位搭档。你叫什么名字？陆面。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搭档。那么着急干什么？就凭你，也配做秦墨安的搭档？给我拿来！瞧他这个穷酸样，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还当个宝贝？还给我！本小姐告诉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你自己乖乖滚出学校。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还要在更新比赛上赢你。赢我？就凭你一个聋了的乡巴佬？我告诉你，你是等不到那一天的。走。作为少爷的搭档，这些规矩你要时刻牢记啊。你怎么不穿衣服？这是。给你的助听器啊，还愣着干嘛？干活去。陆绵绵，我的脸上有字吗？喂，你干什么？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赶紧走。可是你赶紧走。你们干什么？放开，放开我。陆绵绵，你很嚣张的。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还敢逗我？我看你火气挺旺的，要不然我找人来给你降降温。
轻，还喘着气儿，穿着衣服呀，不好玩。要不然，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别让他跑了！嘘，跟我过来。哼，这是我的实验室，我对血族比较感兴趣。擦擦，谢谢。他们经常欺负你吗？嗯。你以后可以经常到这来，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叫莫雨贤，很高兴认识你。今天为什么没来我家？我有事。你得有事儿，就是在这看风景啊？为什么躲着我？我们之间是不是太亲密了？是吗？陆绵绵，你有点自作多情了吧？七点之前来我家，陈管家会来接你。瞧他那样子，装给谁看？你们呀，就等着看好戏吧。感谢陆绵绵同学为大家带来的错误示范。陆绵绵同学，我听说你和别人有个赌约，你觉得自己有希望吗？下面来学习今天的新曲目。陆绵绵，刚刚为什么不说？说什么？谁干的？我没事。跟我回家。啊，怎么了？你不吃吗？我不饿。你先看着。陆绵绵，陆绵绵，跟着我一起来。陆绵绵，是不是你偷了安小然的项链？什么项链？我不知道。老师，我看见了，项链就在他包里。是吗？打开看看。老师，真的不在我这里。哎，老师你看，老师你看，他就是个小偷。陆绵绵，是不是你偷了安小然的项链？打开看看。老师，真的不在我这儿。哈、啊、哈、啊，哎，老师你看，老师你看，他就是个小偷。老师，你听我解释，这项链真的……你还解释什么？除了你，谁还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等候处理吧。喂，保卫科吗？陆绵绵，啊，项链就是我放在你包里的。你这个又聋又穷的残废，说的话没有一个人相信。走吧，陆绵绵。老师，真的不是我。
还解释什么你？快点走，看什么看？事情我都听说了。秦少，你有什么事儿吗？喂，孙老师吗？哎，校长。你让秦少的人干什么？赶紧放人。啊，好的好的。啊，秦少，误会，都是误会。哎，我真的没有拿他项链，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我相信你啊。饿了？我这里吃饭应该很贵吧？两位想吃点什么呢？想吃什么随便点，他们这什么都有。我想吃煎饼果子。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是高档餐厅，没有煎饼果子这种东西哦。没有？我们的厨师长擅长法餐，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下。等等，这张卡里有500万，告诉你们老板，这家餐厅现在是我的了。现在还有没有煎饼果子？有有有，我们马上去做。啊，我们厨师长亲自做。陆绵绵，今天我们玩点什么新花样呢？你今天穿的挺素嘛，要不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看怎么样？你们放开我！给我泼！住嘴！站住！站住！绵绵，快！那边，今天抽查四手连弹，请大家自由配对。那个莫安学长，我可以？不可以，坐下。啊，秀然，我可以跟你组队。我也想跟你。啊，秀然，和我组队，我可以跟你组队。别吵了。你跟本小姐组队，其他的人都不许跟陆绵绵组队。现在还有谁没有搭档？陆绵绵，我来做你的搭档。放开，放开我，放开我！真是个天生的狐狸精。那小冉，你放我下来！闭嘴。你不觉得我手上的这个棒子在你身上可有更大的作用？住手！哎呦，瞧瞧你这细皮嫩肉的，如果能在你的脸上……住手！莫安学长，我们正是和他闹着玩呢。滚！莫学长啊，你找我？哦，绵绵，你来了。是这样，我想邀请你周天陪我去看一场画展，就当是完成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好吧，那我们拉钩。学长，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不是叫你多休息几天吗？时间来不及了，只有16天了。这幅画叫血迹，讲的是100多年前吸血鬼始祖德古拉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自愿牺牲自己。我很向往这种为了爱情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且觉得自己跟他好像是同类。我也愿意为了我心爱的人而牺牲我自己。孟学长，我去下洗手间。齐墨安，你怎么在这儿？找你有事儿。休息时间还要剥削。I am the sun, you know you need me, you might get me. 绵绵。If you take too much, don't be because I'm gonna fade you like the rush. Is that blood on me or blush? So what? You know I'm not a saint, so I can take it in. Savage. 他刚刚是亲我吗？少爷，人类和我们血族是没有结果的。少爷又是血族的王子，陛下知道了。少爷，你还记得200年前那个女孩吗？结果呢？齐墨安，看来我们穆安也不瞎嘛，像你这种货色呀，很容易就露馅了。走。今天练习新曲目，需要有同学和我一起示范。安萧然，你来。这不是我们学校的万人迷路绵绵吗？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啊？你们怎么在一块？我和我的新搭档莫安一起吃个饭，有什么问题？我在问你呢。我问你怕你没听到吗？你挡我路了。不错嘛，这么快就有新欢了，真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怎么了，妹妹？吃饭吧。今天这牛排还挺好吃的。莫安，一会儿咱们吃完饭去哪玩啊？一会儿自己回家吧。还有，别总叫我的名字，心。喂，聋子。绵绵，怎么了？没事。对了，谢谢你莫学长，但是对不起。啊！你们要干什么？陆绵绵，本小姐就把你的头发都剪了，看你以后还怎么去勾引男人！别乱动啊！感觉怎么样？
我明白。给我追！陆绵绵，我看你现在还给我往哪儿跑！你们不要过来！陆绵绵，没事吧？真的很害怕，害怕会失去你，所以一直在我身边。今天我们来学习新曲目。陆绵绵，上来吃饭。说了多少次了，注意手型。陆绵绵，你考虑好没？秦墨安，你果然是血族。这副对剑是我们家族祖传的，它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你手上现在戴的这枚，是王妃才能拥有的。王妃？绵绵，今天我就要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你。其实，你不是普通人。对吧？没错，多亏了这枚戒指，我才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我是血族王子，在这个世界上活了300年了。血族？300年？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血族。对啊，你害怕了吗？其实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那你为什么没有离开我？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永远不会伤害我。我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传说，血族可以变成人类，不过已经失传了。但是你要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就摘下戒指走到阳光下。我相信你，不管你是人类还是血族，你都是那个我最爱的齐木安。出来吧，别躲躲藏藏的了。齐木安，我已经知道你是血族了，离开陆绵绵吧。我凭什么听你的？你是血族，他是人类，你能够保证永远不伤害他吗？这和你没有关系。是，这跟我没有关系。你能够永远不死，可陆绵绵他一定会死。秦墨安，时间是很残酷的。秦墨安，你专心一点好不好？这距离比赛只剩最后一周了。对不起，刚刚走神了。来，我们继续。个人类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是血族的王子，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你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说不呢？那他就会跟200年前的那个女孩一样的下场。我会看着办的。墨安，秦墨安，你怎么了？绵绵，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吧。可是我们这首曲子还没练好呢。陆绵绵，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
你马上就要比赛了，心思不应该放在这上。为什么？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我就是不喜欢你。秦墨儿，秦墨儿，你这个骗子！绵绵，啊，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真的吗？生日快乐。那你猜猜我的生日愿望是什么？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我的生日愿望是，我希望我能永远和你在一起。不好意思，莫学长，你刚刚说的是……哼，我刚刚说，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能够天天开心。这是什么？陆绵绵的比赛服。给我干嘛？这和你没什么关系吧？还有，我警告你，如果陆绵绵以后遇到什么危机，我是不会放过。这应该用不着你来提醒我吧？我一定会比你更爱他。这是送你的礼服，比赛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看看，怎么不喜欢？或许你爱的人也想让你穿上了。天哪，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听说都成干尸了。看，五十六照片，就是血族干的。血族就是吸血鬼啊！上课了，把课本翻开，第五页。莫学长啊，你这么着急喊我来是有什么事吗？绵绵，今天早上的事情你听说了吧？嗯，就在你来的前五分钟，又在礼堂发现了一具尸体，血液全部被抽干了。来，你看。我怀疑这件事情和血族有关。血族，秦墨。哎，绵绵，陈管家，秦墨安他怎么了？陆小姐，这事与你无关，你还是请回吧。秦墨安他是不是受伤了？陈管家，你快让我进去看看。陆小姐，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陆小姐，你没错。陆小姐。你怎么来了？秦墨，你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些干尸真不是我。我知道，可是这些伤他是怎么受的？我一直在调查干尸的事情，刚有点头绪就遭到意外了。为什么这些事你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不希望我心爱的人遇到危险，不过你怎么这么傻？这次比赛，你一定要来，不然我一定会恨你的。或许你爱的人也想让你穿上呢。黑色的背后是黎明，以为来日方长，所以别把梦吵醒，拥抱你的背影。各位观众请尽快入席，比赛马上开始。哎，你听说过那个赌约吗？为什么陆明面我们安娜小姐吗？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一个聋子怎么可能比不过安娜小姐？接下来由安萧然为大家带来第一个表演。开始了。
哇，安大小姐太美了，安大小姐好闪耀啊！陈管家，发生什么了？少爷，找到那天袭击的地方了。Sorry, please check it and redial. 绵绵，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放轻松，别紧张。哼，我就说，这件礼服和你真的很配吧？谢谢。秦墨，你还是识人。感谢安萧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下面有请下一位选手陆绵绵。哇，太好听了吧。评分结果已经出来了，陆绵绵同学获得了冠军。一个聋子都能拿冠军？闭嘴。陆绵绵，咱们等着瞧。你输了。哼，陆绵绵，你觉得本小姐会在意这种比赛的结果吗？像你这种人，一辈子都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下。我已经不怕你了。哼，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的自卑在作祟，其实你才是那个最可怜的人。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其实我们都上当了，他们引你出来，真正的目标是月光之女啊。月光之女？原来陆绵绵小姐就是月光之女啊。糟了，里面有危险。生日快乐，月光之女。月光之女，什么意思？根据血族秘卷记载，百年一遇的月光之女可以让人类变成血族，而方法则是在月光之女生日那天对她进行血祭。我不是什么月光之女，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脖子上的月牙，就是月光之女的独有印记。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当然，要不然你觉得以你的身份跟家世怎么可能进到我们学校呢？绵绵，为了得到你，我可是费了不少苦心啊。还记得我们学校突然出现的那几个干尸吗？都是你干的。那只是献祭的必要条件而已，他们应该感受到荣幸。你放开我，放开。嘘。我对血族比较感兴趣。绵绵，快，我希望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越挣扎越痛苦，看。这些都是为月光之女所准备的礼物。你不知道我为了他们费了多少心思。绵绵，再也不会有人打搅我们了。包括你的秦墨安。
时间快到了。绵绵，绵绵，我会很快的，你先安静一会儿就好了啊。绵绵，来，很快，绵绵，马上。绵绵，绵绵，乖，很快就好了。秦慕安，慕雨贤，你把我支开，就是为了这个？秦慕安，坏我好事！绵绵。对不起，我来晚了。绵绵，对不起，绵绵，只有让你变得跟我一样，才能救你。不管你是人类还是血族，你都是那个最爱的秦魔。绵绵，你一定要活过来。秦墨，你来迟了，我是不快乐吗？终于醒了。你的心跳得好快。绵绵，你终于醒了。我这是睡了几天了？整整两天了。您的体温？没错，我变成正常人了。真的？这是怎么回事？还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血族变成人类的方法吗？所以你找到办法了？那天为了救你，不得已吸了你的血，没想到触发了月光之女的倾城之吻，这是我们血族变成人类的唯一方法。倾城之吻，原来说的是这个。墨安，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好怕，我好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不怕，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出现在这里。我也没有想到会遇见你。变成人类，你后悔吗？还记得之前你和我说过，不管我是人类还是血族，我都爱你。我爱你。